我从不正眼看人，最好别让我看到你。哎呀，爹就喜欢你这种女人，有征服欲。来来来，来看我来，能看我吗？来来来，看我。因为我目中无人，都说了别让我看到你了，看到谁谁就会消失。为了不造成伤害，我见谁都翻白眼。姑娘，你的包。嘿，谢谢啊，谢谢。等我一下，快进来吧，谢谢。没事。神经病，可这样的我又怎么会被人理解呢？但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。哎，刚刚就注意到你了，方便认识一下吗？啊，你不会觉着我不睁眼看你很没有礼貌吗？目中无人不正好说明你对我另眼相看吗？我以为我终于能毫无顾忌敞开心扉，但没想到你看着男的喜欢小太妹也就算了，还是个黄脸婆，我绝对不会给他丢人。哎，你怎么把自己换成这样了？我能怎么办？我又不能正眼看镜子里的自己。那这个给你，这是麦吉丽素颜三部曲。我不太懂你们女孩子的护肤品，所以我特地做了些功课，一套简单三步却能达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。哈，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，好像听说我身边朋友都在用，都说能及时提亮还能朝向靠老呢。没错，麦吉丽是高奢国货护肤 TOP 品牌，产品啊都通过了 SGS 这种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认证，经过多重质量检测再上市，质量安全有保障。他们家科研实力很强，连续5年参加 IFSCC 发表研究成果，获得专业认可。你平时爱熬夜，该好好护肤了。用法我都帮你好好研究过了。第一步，先用平衡水来调节水油平衡，补水嫩肤。这里面可是含有麦吉丽多年潜心研发的六维源头抗时光成分麦肤因，六大维度提升肌肤状态，内外双元抗老，能让皮肤更加紧致，效果嘎嘎好。好清爽，一点都不黏腻。第二步啊，就用这个青春精华，一滴就能滋润全脸，去黄还嫩肤。最后一步就是用这个麦吉丽贵妇美颜膏，它简直是素颜神器，上脸即刻均匀透亮，熬夜用啊最合适了。像这样取黄豆粒大小涂上脸，轻轻拍打均匀，马上美颜，还添加了专利成分麦肤因等亮肤抗老成分，坚持用皮肤细腻紧致了不少，整个人气色啊都提升了一个度。谢谢你这么用心，我很喜欢。小孩，其实你们素颜很美，在我这里你什么都不用多想，只要做你自己就好。小海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我愿意。我以为我终于迎来了幸福的曙光，小心！可我居然看向了他。凡凡，都怪我，都怪我目中无人，不是我不小心看了你，你也不会变成这样，都是我对不起你。小海，小海，凡凡，你在哪儿？我在你屁股底下。你怎么变成花了？因为你一看我，我就忍不住心花怒放了。以后啊，你再也不用翻白眼了，可以光明正大的看我了。